孙红塔就算爱国军了。
再一次非常感谢有这个机会，因为呢今天不只是我们的这个钟耀南先生的这个重要的日子，当然也是让我们后辈还有我们所有的前辈继续用这一件来怀念他的一个日子哦。很久以前小弟我在梁家班的时候亲眼目睹到，就是我们阿南先生他的功力了哦，他的那个阿南茶鬼屌，对不？吃了囡仔读册，永远袂着定，屌，对不对？永远都在我们的脑海里，好不好？我们一起永远把阿南哥放在我们的心目中，好不好？谢谢 ，Thank you， 谢谢我们的孙文海。接下来介绍这位来自台湾宝岛的，来小林金宝伦。从很多年前就一起跑印尼、跑马来西亚，每次都有两个人一起跑，啊，每次都是他开车，我坐在旁边，啊，他人真的是真正有人缘，去到多少不，什么人不能话讲，只要两回开始讲话，所以讲到一百回老人家，伊拢有变讲。啊，那么同样今天要感谢我们出钱出力的老板，那呢阿南师傅，还有所有出钱出力的老板，那么为我们的阿南哥举办这个追思演唱会，我请代表我们的阿南嫂，还有他的孩子，还有他的爸爸妈妈，感谢我们所有出钱出力的老板，和您大家云恩化，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谢谢蓝小林，欢迎林如萍。
英雄。这是我们准备出场，在那天下午我打给安南嫂说我可以唱的时候，那天晚上我就梦见他，他来的时候他很开心，真的很开心，花大蝶酒的跟我一箱苏格达这个这句话，你这样的斗争啊，你可以考我老师三杯，这样子跟我讲，我说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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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考虑了不会考虑了，然后呢我就看到麦慧拿捡老师三进来了，跟他讲安南我为你设计的这个送给你的，所以他就很开心啊。阿南，我们找不到你要的亮亮的啦，一共爱亮片碎碎的啊，拍谁啊？我抓点光波亮亮的，我没有亮片，现在不流行啊，现在流行哈韩的啦哈，
变到新冠了，一冠不流行了。你看那个斗争啊，你也渴望忙哦，给你打包啊哈。啊，其实我跟他合作了很多，从拍电视，从搞笑行动到拍电影，他演过我的老公，演过我的弟弟，演过我的道桃，演过很多角色，所以他永远是一位非常好、非常专业的演员。希望他永远都活在我们的心目中。阿南，我们永远怀念你。谢谢。谢谢林如萍、陈小新，永远手袂散。陈小青。